采访最帅的潮人穿搭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可以吗？就是你简单评价一下你今天的穿搭吧。哦，今天穿搭是这样的，我今天衣服呢，这个夹克是，对，很便宜，一个夹克。T 恤的话，就是用的新疆棉的 T 恤，大概价钱就是60块钱。那这条裤子是我在淘的一条。就是非常非常 vintage 的一款牛仔裤，其实价格也很便宜，300多块钱。然后这个休闲的是贵，也是八十块钱。然后这个包包是别人送给我的，这感觉很不错的。你给今天打多少分呢？90分吧，整套一套会看上去非常的很，怎么说呢，很阳刚，来一点那种元素的话会好。那你可以给我们来段走秀吗？谢谢你。